不是行李旅游去不起，而是带男友云旅游更有性价比。出发。哎，真是哎！这900当然是用来买各种漂亮的车子，去大理拍美照了。苍山的门票40，但我拍视频给林子带他参观景点，不就又省了一份门票钱？这么好看披肩和帽子，加起来正好40。那你来打卡云南特色米线啦！好香！省下来的米线钱，当然是在海边的咖啡厅点一份下午茶，美美地享受了。怎么样，老公？今天带你玩的开不开心啊？太开心了！今天逛了好几个地方，我们真是辛苦了。在外面睡了一天了，没事啦。这次出门带上了资生堂红色修护家族，这个全新红色面露可以让肌肤底层长出玻尿酸的同时剔走黑色素，再抹上红柚子精华修护，打好皮肤底子，妥妥亮白大美女一个。我再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。这次抖音商城三大好物节，一键立减不用凑，这么好用，我直接回购啊！你人嘛，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不能太凑合了。想拍的民族风写真也安排上，林姨要是也在就好了。宝宝，你看这张照片，我美吧？哇，太好看了呀，宝宝！哎，可惜我拍不了了。我帮你拍啦。好、啊。随机抓拍的路人，单人的、情侣的都帮你拍啦。披上头不都一样吗？我靠，你这样太牛了，宝宝，又可以省钱了，又可以买好多东西了。抖音。